我们英语讯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记得汤泉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宿务圣婴圣殿教堂哦。这个教堂呢可以说呢是呢这个在我们的菲律宾最古老的教堂，已经呢这个有数百年的这个历史哦。然后呢来到呢圣婴圣殿教堂呢，它最重要的一个宗教圣物呢就是呢在500多年前被发现的圣婴雕像哦。来带呢英语学霸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呢欣赏，也来呢敬拜呢这样子一个伟大的圣物，就是圣婴的这个情况。来我们看现场的情形哦。这个看这个建筑物呢相当的具有呢欧洲的风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水池也是充满的欧洲风。圣婴圣殿呢它是呢建立在16世纪，也是呢菲律宾最古老的罗马天主教堂。然后呢宿务的圣婴，宿务叫西部，这个圣婴呢是在1656年西班牙探险家所发现的。来那1565年西班牙探险家所发现的在什么地方呢？好，我们看就是呢在这个画面上的这个里面那边呢有特别注明就是不同的地方，这是在到的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尊也可以说是我们圣婴圣殿教堂的镇殿之宝现在透过这个画面，大家也可以向呢我们的圣婴呢来祈福、来祈求。因此呢，在我们的圣婴圣殿教堂的四周呢，也都呢有贩售呢圣婴的这一个雕像然后呢，大家看一下。然后在这边呢，我看到呢主耶稣基督然后呢还有呢这个信仰他的这个门徒们呢，可能那个手被摸的都很近的，我们看看。很多人呢都会来这边要祈福嘛所以你看这个手被摸的就变成金色的，有没有然后呢？树木人呢，就是不同的蜡烛不同的代表祈求不同的颜色有灰色、白色、红色等等，有黄色就是呢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祈福然后呢，我们从这边跑过来看一下，来看我来。真的是非常宏伟，你看一下我们的吊灯，这个都是欧式的建筑吊灯，你应该感受得到然后呢两旁呢有这个壁画壁画，然后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正殿这个也非常的这个宏伟这个是正殿，感受到非常宏伟。我们看呢这个屋顶上呢也是雕龙画栋的都将呢我们的耶稣的故事呢把它雕在上面。玻璃的话呢也是呢这个西方式的这个帷幕玻璃这个彩色的玻璃圣婴圣殿教堂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然后呢也是大概的树木呢。